来啦，早餐的粥就是要这样吃啊，没多少底下的怕平都快当卡点回来。你早餐甜粥这样吃，像小朋友在吃一样哦。来哦，这门现在不裂了哦。嗯，哎，吃这什么？吃感冒药水。我知啊，你吃梅哇，喝个倒个感冒药水嘞。原来也能这样吃，我发现了。所以这就叫做感冒药水口味的那个早餐粥。不要学，我念，人家这无滋无味啊，这皮都脏了，最烦的了，这不要学啊。